这里还蛮好玩的耶、我们刚刚看海豹在那吃鱼，然后可以看到Eagle在那吃鱼，然后这里很多小动物了，而且那海豹也特别多，然后还可以在这漂流，这里还蛮推荐的。我们这次没准备好漂流，但是我看这里漂流应该还挺好玩，而且到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这个叶子应该都会变成红色的，会很漂亮。如果拍照的话，也应该会挺出片的。推荐。等一下，没想到离温哥华这么近，还有个这样子，以前都没有关注过这个地方。这次要不是在附近住的话，好像我们也可能也不会来，对吧？也不会注意到这个地方。Wow, that's a big fish. Yeah. Oh. 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个 park， Fisherman's Park。这个应该就是钓鱼的一个公园吧，我想。好多人在河里钓鱼啊，所以它叫 Fisherman's Park 吗？我们刚刚在这个公园还蛮美的，我觉得等到天再冷一点，然后树叶更红一点的时候，特别适合拍照，好漂亮啊！还可以在这儿钓鱼，我喜欢钓鱼的人也可以过来。你看我们后面那条道街，拍照会很漂亮，特别是树叶红了以后，推荐。刚刚看到一个超美的地方，我觉得很适合拍照，所以我就决定去那里先拍个照，要不然明天就没有时间了。就是这里，肉眼看很好看的，如果能进去的话，我拍照应该超美的。今天晚上我们吃焖羊肉。感觉很好吃的样子哦。你要干嘛呀？你出来玩吗？出来玩有小浣熊，小浣熊会不会吃掉？怎么都过来了？看到什么了呀？是不是有小虫子？是吗？不知道。哎，是有小虫子。OK 呀。好好吃的样子哟，做的不太好。晚饭做好了，喵喵。